好，我是蓝妹。今天我们去县城里去逛街，回来的路上看了那里有好多青草，看割了好多。现在还拿着去喂它们。我家里有两头牛，刚刚买回来不久，它不习惯吃这个麦秆，所以去割了点这个茅草给它吃。就这一头那个吃，它吃不习惯这个麦秆。回来好几天了，它那麦秆就是不吃，每天都是割草给它吃。昨天买回来的，他也不吃麦秆，那草是大颗大颗的吃，这麦秆他还是不习惯。像那个刚刚买回来那些牛，必须要喂草，要也是控制起来，那些牛的，要慢慢的调过来。这一对也是不吃麦秆的，反正刚招回来的牛，那个麦秆都不怎么吃，也能过得去，慢慢的它才会吃。这些刚长出来这个茅草都好嫩的，我们那个刚下了牛崽的那个母牛也没有放养，关了几天，现在去喂一下它。